在下面发展的。今天谈的我，我有在下面发展。应该讲，应该有点有点男子汉风。我来的话，大家慢来。我们这有人拿那个红旗弄给他，是的，我讨厌，烦死了，谁不知道羞耻啊？宣布一下这个会场纪律啊，希望大家呢一会儿呢就八点以后。